你说你不会因为欧凯哥坑了你而坑别人，我也不会因为他骗了我而做和他一样的人。他是人渣，我不是。静华，嗯，对不起啊。什么对不起啊？应该是我对不起你，这钱三个月之前就该还了，拖这么久。其实我们之间没有签合同，这钱如果你赖账也赖得掉。这没合同是没合同，但我们有口头协议啊，不然我不成了言而无信之人了吗？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？你还管我住哪儿了？我现在四海为家，住哪儿不行是不是？多自由啊。这样好啊，你等我啊。哎，好。行吧，现在该算算我们的账了。你也在卖房还债？对啊，我朋友本来打算陪我熬两年，但最近家里出事了，实在熬不动了，我只好把房子卖了。不过呢，我卖的是自己的房子，不像有些人卖别人的房子。我没在卖房，我只把房租出去。租出去？小张，哎，你告诉他我是不是来租房。对，何小姐是租房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把房子租出去，让你死了想搬进来的心。你要这样的话，那我还真没辙。行，我死心了，我不会再纠缠你。不过呢，也请你打消了卖房跑路的心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蒋先生，我们这边也办好了。哎，可以了吗？办好了，都完事了是吧？完事了。行，那这样，下周三呢，我就把钥匙给你送过去了。谢，嗯，放心吧。行，谢谢，多谢。好，哎，回头见啊。好，回头见。哎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好。哎，俊豪，嗯，这位是谁呀？他呀，他就是欧凯哥的老婆。哦，原来是你嘛！俊豪好心好意借钱把你们渡过难关。你们把他害得这么惨，你们还是人吗？你们，哎，你都说他们不是人了，你跟他们说人话，他能听懂吗？走吧，我们吃饭去。好，我请客。我身份证。等等，不是又怎么了呀？如果你实在没地方住，那间客房你要想住就搬进去。你这房子不是要租出去吗？暂时不租了，还有我之前签的还款协议依然有效。那两年内卖房还款的约定呢？我会继续执行的。不是，你的意思是欧凯哥的债你依然认？是。不是，你老公不都跟别的女人跑了吗？说句实话，从法律上这笔债你想赖也能赖得掉的，而且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再替他还钱了。我对欧凯哥是没有责任没有义务，但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有约束。你说你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我也不是。我自己签的协议，我不会赖掉的。但你跟我们签协议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老公这些事儿啊？那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遇人不熟，识而不清。你说你不会因为欧凯哥坑了你而坑别人，我也不会因为他骗了我而做和他一样的人。他是人渣，我不是。不是，你这反转让我有点猝不及防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走吧。行。到底怎么了？这女的我有点看不透她。